你又遇见他了，终于能加微信了吧？我是谁呀、啊？哎，我还没到站呢，我还没到站呢。等等我。我帮那啥咋的？这男的跟我换站了都。行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你怎么不走了？他让我站这儿。他让你站，你就站呢。我得站这儿，我。不是喊你俩的，还往前走啊？男朋友在这儿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男朋友别逗了，我看看你随便拽一个人就走。我就是他男朋友，怎么了？你加微信呢？你跟我男朋友手放开！你再对我男朋友这样说，我跟你不客气了。我告诉我，你精神病啊！行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他就这么走了？嗯，走了。哈哈，行，你不害怕吧？那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呗，省着他再回来，我看他。不用了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得先走啦，拜拜，谢谢你啊。下回你放交给我，现在都还有点事儿在找我啊。